欢迎来到力宝月美娱乐世界。我是去年 M Girl 的冠军，我叫安娜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全台唯一的水陆双园区哦。它不仅可以带你天上飞、地上玩，还可以带你水里游哦。从6月26号起，马拉湾还举办了比基尼幻彩泡泡 Party。有听过这个东西吗？没听过的，先跟你介绍一下，比基尼幻彩泡泡 Party 呢，就是结合了摇滚节奏、炫亮灯光，还有重点就是我们的比基尼。现在马拉湾7、8月的周一到周五，只要你在10点之前，我们是穿这样子的3件式比基尼，你还可以获得免费入园的机会哦。还没有体验过的，赶快要来哦！全球儿童王国的探索乐园有一个水花轰炸机，而且呢，它最棒的是它在晚上还有高空烟火秀的加强版呢。你有看过吗？你想要跟爸爸妈妈来玩之外，还可以跟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来一段浪漫约会。你们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来玩哦！等一下，先不要走。今年除了 M Girl 选拔之外，还有海王子选拔哎。我就知道你们觉得我一个人太寂寞了，一定要找一个帅哥型来陪我。没错，赶快来参加吧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哦。